因空疾病病院医疗大楼等等的这走廊外口边一大个一大的这大位是相当闹热，吸引着院内的这医护人员甲看诊民众在参观做宣告。这场是病院所举办的市集，是疾病病院响应着4月22号世界地球日所规划系列活动当中的一场。那么这当然也是响应这个 ESG 的一个社会实践跟关怀。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采用在地新鲜的一个产品，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要推动健康生活形态。那健康生活形态里面，我们希望能够使用的是在地的全形的一个食物。那么用我们当地小农的食品，那么一定是全形的食品，没有过度的加工，这个是最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同时也是最新鲜的。最有营养的这场市集，包括着社福团体、甲青龙、小龙，各有票号龙场顶顶有将近20个单位，看来着食的、用的、饮的、应有尽有。伊现场各有社福团体应声来演奏，希望会当招来着更加侪人客。伊配合着活动的国商银行表示讲，响应着世界地球日，除了是净滩之外，马古巴的奇迹活动，希望会当推广着实在地绿色饮食的概念。我们希望借由实际的绿色消费，购买当地当季自然新鲜的农产品，来帮助相对弱势的团体，那也来实践玉山银行绿色生活永续未来的一个目标。伊吉米病院小龙市集规划单位相当多元，介绍嘛相当亲民，真侪又果是无到有机来栽种，吸引真侪民众来选购和整个活动闹热气氛。南天新闻台以下因空采访报道。